不把烤丝放一起用火烧可以融合，并且能在生存中破坏基岩，这是真的吗？众所周知，基岩在迷你世界中是无法被摧毁的。但是就在今天早上，一位小粉丝对我说，乱了，把五个烤丝放一起烧掉就能获得隐藏神器，还能在生存中破坏基岩。我就想说，你小子这都能相信呀？明显一眼假呀！我让全班同学给你点赞。其实也不是不行，按照小粉丝的办法呢，是先挖一个坑，然后把石稿木稿还有各种稿子依次扔进去，再用打火机点着，就能合成隐藏神器创世之稿。停停停，这不对呀，点火器点了不就烧没了吗？这还测什么测，根本没必要啊。我还是你的真爱粉。真爱粉？那我今天好像挺闲的，就给你测测吧。刚刚我们已经把所有稿子扔进去了，现在就点上火起锅烧油。你作证啊，这是？那不是为了节目效果吗？再说这火怎么烧得这么慢呀、一年都过去了。 Later。 哎呀，怎么还没好呀？这不会是在里面炼丹的吧？ Two hours later。 哎呀，终于结束了。哎呀，还真有，离谱啊这是。不过这看起来怎么那么像 MC 的稿子呢？哎，还是算了，先不管了，先看看他到底能不能破开禁言。小伙伴们，现在进入无奖竞猜环节，你们觉得我能成功破开禁言吗？觉得可以的扣一，不行的扣二，三秒钟思考时间。好，可以看到我现在是生存模式，现在就让我来给大家揭晓答案。哇，没想到真的破不开禁言。这样看来，禁言果然是在迷你中无敌的。你们知道在生存中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禁言吗？这下你可以让你全班的同学给我点赞了吧。我跟你永远就是一个班，我已经给你点过赞了。好不容易行动一次，你却让我输得这么彻底。哈哈哈哈哈哈。